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周二。那么最近道琼指数啊一破14000点以后呢不断的走高，已经连续上涨了5个交易日啊。那么什么时候结束，我想大概第7根和第11根，但这并不重要，这引发了很多投资人以前没有参与过股票的人都想介入这个股市，因为大家看这个道琼指数涨得那么轻松的话，大家也有这个参与股市的一个这种愿望呢是越来越强烈。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周我们讲到了一个就是如何参与这个股市，反响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大家也在心里有一个很多的犹豫，毕竟股市呢是一个有技巧的地方，所以每一天呢吸收一点技巧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 Boavision 哈 ，Boavision 也就是我们近期大赚特赚的一个股票。昨天有位朋友在我们的 VIP 这个学员看盘室里说，哎 ，Warren 这个股票啊拿了很久了，我用了一个字，爽。这个股票呢，如果能够真正赚40%，你为它耐住寂寞多久？都是愿意的，对吗？如果说它不涨，那么你就为它耐住寂寞是非常非常就是彷徨的。那么其实在这个 BVSN 上涨之前啊，有一个提醒是非常重要，就是大家请看图一上显示呢，这个 BVSN 在周五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跳空，这个跳空呢，而且当天成交量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呢，是有20000股。平常 BVSN 是不会有跳空的行情，所以大家呢可以看到随后两张图呢，我们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也就是说这个跳空缺口啊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是每一天我们盘前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有哪些股票跳空，哪一些股票值得关注。这个给大家带来了40%的利润。大家首先再看，再随后呢看图二，图二可以看到呢，周五啊，这是一个我给大家显示的一个数据，都是周五的时候呢跳空高开了5.5毛之多。那么这个跳空高开应该引起投资人的一种警觉，或者说一种嗅觉，这是赚钱的机会来了。那么这个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并不没有嗅出这个味道来，没有嗅出钱的味道来，但是上涨的幅度非常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张图呢也显示，昨天哈周一的时候这个 BVSN 再度高开啊，但是这个高开的幅度呢不是很大。所以今天大家没有接触过股票的人跟我学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英文 gap 啊，不是后面加 s 一个衣服的店哈 gaps， 而是一个 gap， 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呢对投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说呢，就是我们中文投资网推出的一款根据华尔街数量模型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的软件啊，我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叫华尔街成股。那么这个成股呢大家可以，刚才我跟大家说40%，我想把它量化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持有这个刚才讲的 BVSN 这个股票，因为我每天都在说一些牛股啊，我们近期操作的，的确在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有新的收获，或者隔两天有一个新的收获。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回报率40%是什么概念呢？就10000块钱呢你可以赚4000块钱，就一天之内，如果说你能够嗅出这个味道的话。所以为什么说1000块变成100万啊，这个只要能够获得20%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种20%也许是需要很久，但是也许就需要一天两天就到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放50000的话，40%是20000块钱，放100000的话一天就赚了，或者两天就赚了40000块钱。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索取我们的这个华尔街数量模型的这个软体，欢迎大家拨打18009588561，18009588561，这是你参加或者介入这个股市的第一步，获得这些数量模型或者对一些个股的嗅觉啊，能够灵敏出，能够嗅觉出它的一个短期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缺口非常重要，它比昨天的收盘价要高多少，然后成交量是多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易的策略。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索取我们华尔街数量模型的一个软体华尔街成股。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再见，谢谢。